那样的单纯，这样的天真，平平淡淡的愈合一个人的喜悦，疯狂沉默与伤悲，我在我的房间陶醉，请一位评审老师讲评。说点进步的空间好了，就是唱功这一块还是有待提升，对，要多加练习一下。然后创作的部分还是很让人印象深刻，跟去年一样，对。两位有什么补充 ？OK， 谢谢。